台湾的笑话吧，还是哦，是华人的笑话，老外是听不懂，外国人是听不懂。这个小明夫妻啊，要帮这个刚出生的小孩子起名字。小明讲，我希望小孩子以后要有品格，就取一个品字。那个老伯就讲啊，我希望小孩子健康，就加个康字。小明就讲，可是我们姓欧啊，这样好吗？他姓欧，那个起一个品字，起一个康字，就变成欧品康。欧品康，挖鼻孔，欧品康。所以这也是三个字啦，本体、本体相跟用，其实都是佛性。本体是没有的佛性，看不见的佛性，是空的佛性。因为空，所以净光蔽密，净光蔽密显现出来了，成为光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作用，所以有人用这个镜子做解释了，用镜子本来是没有的，到最后显现光了，这个镜子有光啊，啊，镜子如果由光来摄照，它会有产生光明出来。那用镜子去照众生呢？山河大地都在众生里面，山河大地都可以用镜子把它照出来，这就是作用了。而心部就是在解释这个东西，它这个妙吉祥有的心部主要是在解释这些东西。